你们两个工作少不干。 白天宇，我唔介意做你嘅情人，亦唔需要有咩名分。点解你仲咁狠心将我抛弃？ 我哋咁样摆，师傅咪睇唔到咯。睇你哋忍得咁辛苦，快啲食啦！好食啊！唔想食啊！你哋唔好听佢讲啊！ 你真系弱弱，你自己犯咗规，仲要人哋嚟赔礼。如果师傅喺呢边睇，当然睇唔到咯。但系佢喺呢边睇嘅，你估结果会点样啊？哇，只风筝好大啊，条龙好大条啊！哇，真系好大条啊！你帮我执啲石头，等我掟咗落嚟。叶 开，你做咩唔同我哋一齐玩啊？师傅吩咐我喺度看守住个苹果。点解我好少见你笑嘅？啊，我知道啦，系咪因为白天宇全家俾人杀晒嗰件事呢？但系你姓叶，佢姓白，同你有咩关系？阿爹话俾我听，佢即系我嘅养父，白天宇即系我亲生阿爹。 我爹叫我要好好跟师傅练功，长大之后为亲生阿爹报仇。叶开啊，如果你抱住呢种心态嘅话咧，师傅系唔会教你武功噶。相反，如果你有一颗善良嘅心咧，师傅就会即刻教你武功噶咯。你自己谂下啦。 丁念林，你咁高去边啊？去打蛇啊！打死你！唔好！放开我啦！你话咩？
冬天就成日特別肥嘅。 蛇胆好有益噶，可以驱风御寒，蛇肉仲好食添啊！唔准你食！严开，师傅，呢个世界本来就弱肉强食嘅，一个人如果内心太善良，就会变成懦弱。我佛虽然慈悲，亦都要降魔伏妖。 你唔使太难过，由听日开始我会教你飞刀嘅绝技。多谢师傅。师傅嘅绰号叫小李飞刀，我睇你将来嘅绰号咧，一定系叫单眼飞刀啫。师傅教我将眼、飞刀、目标三样成一直线，就可以打中目标。 我用两只眼睇，真系都冇一只咁准啊！你睇下，你唔识将四样成一直线嘅咩？四样成一直线，冇错。你睇呢个啦啦，你睇住佢，睇住佢，睇住佢。你而家嘅绰号应该叫斗鸡眼飞刀啊！咁我应该点啊？用意念咯，用意念。你睇住呢个同情。 全神贯注咁睇住佢，慢慢咁合埋双眼，然后咧将飞刀用力咁打落去。啊！你成功啦！哇！我真系成功啦！师傅我成功啦！最厉害过我啊！叶开，嚟啊！快啲表演啦！ 师傅，再嚟。叶开啊，你真系蠢噶，技术系死噶，头脑系生噶嘛，你唔识变通下噶咩？师傅小心，去。师傅，请恕徒弟冒犯，估唔到师傅咁大年纪，身手都唔错噃。走，睇咩？快追。系。 师傅，徒弟头先用力过猛，如果唔系，叶开，一个人对自己有要求系啱嘅，但系要求太过分就会变成吹毛求疵，凡事只要尽力而为，就唔需要计较佢得失成败，知道未啊？知道。叶开，师傅。
你屋企嗰21条人命嘅灭门仇恨可以去报，师傅，徒弟心中早已经冇仇恨呢两个字，但系你嘅娘亲并冇忘记到，佢早已经收养咗另外一个可怜嘅孤儿，嚟代替你，代替我，冇错，你娘亲将佢训练成一件杀人工具，冷血无情，佢俾咗个名佢叫傅红雪。 傅红雪，傅红雪，你只手仲可以揸刀咩？ 应该唔得。咁而家就系我哋落手嘅最好时候。啱。游戏已经结束，你走啊！唔好再逼我杀人。 佢哋系我请嚟嘅，如果你打唔低佢哋，就打唔低我哋嘅仇人。你系我唯一嘅希望，我唔可以俾你送死。由而家起，你要记住，对仇人千万唔可以仁慈。今日你呢只脚就系一个好好嘅教训。你唔记得，傅红雪。 由你出世嗰日开始，呢度啲雪就系红色嘅，系俾你家人嘅血染红嘅。我已经等咗20几年，系报仇嘅时候，快啲去杀晒你嘅仇人，再嚟见我。好，去啦。 我呢种人嘅脚点解会好似其他人嘅脚一样会受伤嘅？哼，既然你咁冇用，哼，我就要你受到你折磨，多我啲痛苦。嗯，你，我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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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哇，乜你咁可怜啊？唔使怕，我收留你。 双坠楼。
你要嫖妓，有女人，你要赌，亦可以。我哋双醉楼，你要乜嘢有乜嘢。哼，就系冇人帮衬。咩冇人帮衬啊？所有嘅客人都已经酒醉饭饱，全部都喺客房度享乐紧啊！ 果然系物有所值啊！笑啊！我边度最性感啊？梗系啦，物啦。嗯，上面仲有几条毛毛添。石胆。哼，我真系要走啦。记住多啲嚟，唔使人哋挂住你啊嘛。你系挂住我啲钱啫啩？钱真系好啊！彭大爷，慢慢行啦。你都系挂住我啲钱啫。 你嚟咗啦，我已经等咗好耐啦。只要你可以嚟，无论等几耐都值得。我系你娘亲嘅人，所以亦系你嘅人。无论你需要乜嘢，我都系做得到。我需要报仇。你娘亲净系识教你仇恨两个字，但我觉得你最需要嘅系爱。爱。你啦。 你点得？唔准点得！我想睇下你。唔可以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绝对唔系一个难睇嘅女人。唔通你感觉唔到咩？我点解唔可以睇下你？因为如果你知道我系边个，喺第二个地方见到我嘅时候，神情就难免会改变。我哋绝对唔可以俾任何人知道我同你之间嘅关系。 但系，以后我一定会俾你睇到。只要系呢件事过咗之后，你随便睇我几耐都冇关系。你只手而家唔应该用嚟拎刀。我只手只系用嚟拎刀。而家应该拎第二样嘢。唔得。 唉，你问咁多买马堂嘅事做咩啊？好奇啦。我唔信。其实咧，我系想坐堂主嘅宝座。就凭你？你唔好睇小我啊！太上老话我头尖额窄，成副龟甲，脚踏七星，能观天下兵。哎呀，你跟唔过啲星啊！我做唔成堂主赖你噶。咁你杀咗我啦！<笑>如果唔系。 你知唔知道你已经入咗万马堂嘅地域啊？你听住，任何人等如果乱闯万马堂嘅，冇一个可以有命咁离开。
再见到你。哈！呢个靓妹都唔知佢死字点写。昨晚同翠龙大战一场，我发现自己对双坠流产生咗一种神奇嘅好感啊！唔通天意安排我叶开嚟双坠流做姑爷？ 叶开，树叶嘅叶，开心嘅开，真系人如其名啊！主人呢？在下萧别离。哦，木叶萧萧之萧，别水之别，离愁之理。 你姓叶，叫叶开，叔父喺呢度附近出世，喺媒介奶嗰阵就离开咗。哇！我嘅身世你比我自己知道仲多啊！你点解要嚟呢度？如果我话嚟呢个鬼地方揾钱嘅，你信唔信啊？ 你知唔知啊？呢个地方揾钱嘅机会唔系咁多。对于一个武功唔错，而且我系手有余凭嘅人嚟讲，无论喺咩地方都会有人肯出钱请佢做嘢噶，系唔系啊？你杀人嘅价钱通常几多啊？咁就要睇下杀边个啦。最贵嗰种呢？30000。好，我就先俾10000，事成之后再俾20000。 你要杀边个？嗯，佢未值30000，边个值啊？万马堂堂主马空群，果然系你。 究竟发生咩事啊？啲兄弟好似如临大敌咁嘅，我帮唔帮到手啊？25年嚟，我每日都等紧一个人，呢个人系要嚟杀我嘅，但系佢一直都冇出现，而家佢终于都出现。你话嗰个跛佬，佢嘅武功有限啫。你唔好太轻敌。 除咗呢个跛佬之外，仲有一个叫叶开嘅陌生人，就系嗰个胡须仔，得唔得啊？今日叫戒备森严啊，左吉右凶，我要揾条安全嘅路行。嘿，马方岭。 果然系佢，哇！
咁搞法就快好戏睇。唉，徐明对靴，点解唔徐明肚兜？你喺边度啊？叶开，嚟啦！唔好嚟啊，走啦！走去边啊？ 去死啊！哎呀！你想跌死我嘅，就唔好放咁多玉米草喺度啦。跌死你太便宜你啦！我要将你鑑生消死。我同你有咩过唔去啊？你做咩要杀我？边个叫你想杀我爹啊？你真系几狼死喎！我今日要杀咗你。 如果我大叫一声，成个万马堂啲人都会出嚟，到时你嘅后果会点啊？咁你就试下，希望人会听到。我听到。三娘，大小姐，你翻去先，呢个人交俾我，我会好好咁对付佢。小心啲啊，佢嚟杀爹噶。喂，有咩秘密唔俾得我听啊？我哋研究点样杀你啊！好啦，你快啲翻去啦。你安息啦。 天安我真系会派嚟同你收尸噶啦！喐手，点解仲唔喐手？你点解仲唔喐手啊？喐咩手？将马空群杀咗，即刻攞埋另外嗰二万女离开。你究竟系咩人？万马堂堂主马空群嘅女人，沈三。哇！呢条女风咁大。 你唔怕将我哋嘅说话吹到马空群耳入边咩？好，你跟我嚟。八步赶蝉，我理有龙门。八步赶蝉俾我变成双飞蝴蝶啊！唔中意啊？叫亡命鸳鸯好唔好？ 乜呢度安全咩？ 点样啊？呢度讲嘢够安全啊嘛！坐。原来你带我嚟呢度系要同我上床啊？对唔住，冇兴趣喎。有冇兴趣听我讲神刀门同马马堂嘅故事？ 嗯，啊咁啊可以喎，讲咧。你知道神刀门嘅主人系边个吗？我只知道白天与老前辈系个好了不起嘅人。就系因为佢系个了不起嘅人，所以后来先至会死得咁惨。点解？因为佢令神刀门一日一日咁样壮大，唔单止渐渐压过咗万马堂。 江湖上几乎冇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佢哋。我谂佢一定系得罪咗好多人。虽然佢知道江湖上有好多人唔喜欢佢，但系佢发梦都估唔到最恨佢嘅人竟然系个好兄弟马空群。你点会知噶？单凭一个马空群就可以杀白天与全家？ 就凭佢哋两个人，又点敢喐动神刀门呢？所以嗰晚秘密暗算佢哋嘅人，至少有三十人，而且佢哋都系武林中嘅一流高手。你知唔知佢哋系边个？除咗佢哋自己之外，绝对冇人知道。嗰晚啲雪啱啱停咗。 马空群约咗白大哥去上树，就喺城外嘅梅花庵，准备咗一位好精致嘅斋菜。佢系白大哥嘅心情好好，所以将佢全家人都带埋去。点知道？
点知道马空群要佢哋上嘅唔系白雪，而系红雪。三十个刺客之中，有边个未死？连马空群同公孙段在内，一共五个。在生嗰五个人有一个良心发现，将呢个秘密话咗俾白凤夫人听。白凤夫人系边个嚟？佢系魔教教主嘅独生女，但系佢偏偏爱上咗白大侠，就为咗白大哥，佢半教出走。当时佢已经有咗白大哥嘅骨肉。你讲嗰个骨肉就系傅红雪。既然佢都嚟咗，你仲揾我做咩？佢哋请你系帮马空群嚟试探你，我揾你系要你引开佢哋嘅焦点，因为傅红雪嘅外表太惹人注目。咁你同呢件事又有咩关系啊？我本来系魔教中嘅人。但只是白凤夫人身边的一个小丫鬟。傅红孙认唔认得你？在她很小的时候我就离开了。为了什么呢？因为我要找机会混入去马马堂刺探消息。那你查到了什么？没有，而且还做了她的夫人。你为什么将她故事说我听？因为你知得越多，你就越危险。咁我企边边至啱？企喺正义嘅一边。禀告堂主，我哋已经查清楚，嗰跛佬个名叫傅红雪。寻晚黑佢仲同三娘喺密室度幽会。妖子，杀！系。想睇到我个样嘅咩？我系咪好丑样啊？你仲未睇够咩？当你知道我嘅身份，你就会睇唔起我噶啦。点解？我公孙段系攞你个人头噶。
送俾你。多谢。知道你爱得我好深，凤雪，你嘅身份已经暴露咗，速战速决，我翻万马堂先同你女英外合。哈！其实你哋根本唔系要我杀佢嘅，系咪啊？如果我用同样嘅条件请你去杀傅红雪呢？点样啊？哼，你哋咪话佢暂时唔值呢个价钱？因为佢啱啱杀咗公孙段，所以马上升咗职咯。咁我等佢杀咗马空群之后，再嚟接呢单生意。你真识讲笑。既然你放弃咗呢个机会，咁我只好请其他人。咁你会揾边个？到时你自然会知道。啊，丑小鸭，我好挂住你啊！喂，你做咩？你对眼唔妥啊？你知唔妥啊？讨厌！人哋唔做啦，我要做良家妇女啊！谂唔到我哋嘅关系原来咁密切，佢送俾你至啱。你多两碗玉米粥啊！叶开，我行咗99,990里路，终于都揾到你啦！你以为放低999枝玫瑰花俾我，你就可以走了之啊？喂，你咪走啊！我要食99个包啊，好肚饿啊！你老板啊，你个负心嘅衰人啊！叶开，你仲企喺度啊？你唔好以为我系聋的噶，你头先讲乜嘢啊？你再讲多次啊！你讲啊，讲啊，讲啊！你老板啊，讲粗口！你仲讲？你食屎大噶，我食屎你啊！真系幼稚你啊！我系师傅养大，点会食屎大啊？你可以同我一齐，但系你要应承我，以后唔再讲粗口，知唔知啊？师傅知唔知你嚟啊？你有冇挂住我？实挂住啫。冇啊。哦，我梦见你啊。梦见咩啊？同个女仔喺埋一齐咯。系啊，我同佢一齐冲凉。然后咧？
哎呀，拎住刀喎！走啦，走啦！我要你马上离开呢个小镇，远离万马堂，听到未啊？你咁系咩态度啊？我杀咗你！啊，高龙啊！兰兰，女仔人家拎针线好过拎刀剑啊，嗬？算你走得快。哎，佢唔系走啊，佢系追啊。追咩？追杀你啲。凭佢一个人，你仲会帮手？二婆，你咁八卦，点解唔去睇热闹啊？边个话我唔去？你永远都杀唔到我爹嘅。今日我斩嘅系一个假人，听日斩嘅就系佢。你都唔知佢喺边度，点杀佢啊？就算系天涯海角，我都要揾到佢出嚟嘅。爹，唔好俾佢揾到你。父皇说：恭喜你大仇已报。叶开，你唔好再跟住我啊！跟住你点？你再跟住我就杀咗你！喂，你真系杀佢嘅，再杀两个人，因为我系佢嘅保镖。好，我一定成全你哋。你要走啦，你要揾马空群。你真系唔嫌弃我？你唔带我走，我都唔会勉强你。你真系冇呃我，我爱你，我永远都爱你。再见啦，翠龙。我要走啦，我要走啦，我要飞，我要离开呢个穷地方。黄雪，再碰我边一次啊！我仲未走，我真系估唔到万马堂主会走。我发梦都估唔到佢会舍得走。你认为傅红雪会唔会揾到佢？其实傅红雪可唔可以揾到马空群，同我有咩关系？同你又有咩关系？因为我先系白天宇嘅私生子。25年前嗰一晚，你都去过梅花坟。啊！我的脚，我的脚啊！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
殿宇唔系全家都死晒噶啦咩？你觉得好奇怪啊？你当呢个骨牌盒系我只手，个心会舒服啲。哇！你呢个人真系唔讲道理喎，我放过你，你仲要杀我？我唔相信呢个世界上有人全家俾人杀晒都唔想报仇嘅。我唔系人咩？你点讲都冇用噶啦，就算你跪我拜我，我都唔会放过你。上！你个搏命做咩啊？我而家身价值几多钱啊？$32,000。哇！乜我而家咁值钱啊？不过好可惜啊，你赚唔到啦。打你个狗头！仲睇咩啊？快走！哎，危险啊！快啲走啦！再嚟啦！呢个礼，杀佢！老板小心啊！好厉害啊！你的弱点全部都被我看到了。乜我有弱点咩？你不敢杀人。啱，我不敢杀人。呀！哟！哟！哟！喂，你系咁跟住我做咩啊？揾机会杀你。你杀唔到我噶。你唔好瞓觉，你合埋眼我就会嚟杀你，你发梦嘅时候我都会嚟杀你。傻佬嚟，等一阵，你行错路啦。哎，你知我去边咩？你要找马空群向西面运啊。废你武功！死啦！佢真系喺西面。你攰唔攰？唔攰。诶，呢位小姐。请问你有冇见过一个拎住把关刀嘅老伯？冇见过。佢只左手有四只手指系假嘅。真系冇见过你。哦，呢位大姐，请问你有冇见过一个拎住把关刀嘅老伯？冇见过。佢只左手有四只手指系假嘅。真系冇见过。哇，好嘢啊！红叔啊，我哋好耐都冇食过一餐好噶啦。呢间天福楼我以前嚟食过饭嘅，佢啲餸好好食噶，你一定要试下。呢啲嘢我食唔惯，我去啲档口仔度食。唔得，我今日一定要天福楼食噶咯，我请你啊，我有钱，你一行啊。你有钱，你自己去食。唔得，今日你一定要听我说话噶啦。唔得，我今日唔可以听你话，你自己食。
咦，崔龙啊，我嘅心肝宝贝，真系冤家路窄。哎呀，我嘅宝贝，嚟嚟嚟嚟嚟，唔好走啦，走啦，唔好走。哎呀，崔龙，我嘅宝贝，你点会睇中呢个咁嘅跛佬噶？唔通佢真系有钱过老子嘅老子，定系佢劲过老子啊？彭烈，你以前用你嘅钱嚟买开心，我用我嘅身体嚟换你嘅钱，大家都开心过啊，各行各路啦。而家我已经有男人啦，你唔好再嚟搞住我啊！我仲要继续俾钱你赚嘅。话你听啊，你唔好再缠住我。哎呀，衰婆嫌钱声系嘛？同我打个跛佬。你唔敢嚟？嚟咪嚟。你哋两个保护我。我条仲喺度。你点解唔走入少少啫？斩断佢啊嘛。你唔食饭啊？天父留啲嘢好好食噶。你食唔落？我唔饿。玉芝，你食唔惯呢啲粗嘢，你应该去天福楼。你唔喜欢去嘅地方，我都唔会去。你喺呢度，我都喺度陪住你。你仲嬲紧啊？佢只不过系啲普通客人啫嘛。哼，佢都算系普通嘅客人咩？你讲，佢个人都系点？佢个人好随和，好风趣，亦都好特别，同第啲客人唔同噶。唔同？咁你讲，有咩唔同法？就算我以前陪过佢，我而家已经唔再陪啦。自从我跟咗你之后，我咩人都冇陪啦。我只系你嘅人。只可惜，我唔可以俾你过翻你以前过惯嗰种日子。既然你而家跟住我，咁只能够食呢种面。呢种面冇咩唔好啊！我食，我食。食唔落你何必食啊？我又冇逼到你食。你点解要咁样对我啫？你点啊？我只系觉得我哋根本唔使过呢种日子。你带出嚟嘅钱就快用完啦，但系我仲有啊。嗰啲系你嘅钱，同我无关。连我嘅人都已经系你噶啦，我哋点解仲要分得咁清楚？你做咩唔谂下啲钱系点样赚翻嚟嘅？我只要谂起嗰啲钱系点样得翻嚟嘅，我点可以瞓得着？点可以食得落啊？或者唔单止我啲钱系污糟，就连我个人都系污糟嘅。我冇咁讲。你既然睇唔起我，我又何必一定要缠住你？冇错，既然你有咁多银两可以赚，咁你又何必跟住我啊？你真系唔要我啦？我冇咁讲，你都系揾翻嗰个好风趣嘅客人罢啦。我要餐餐有饱饭食。系你讲噶，我仲以为跟咗你之后我就可以。估唔到你同其他嘅臭男人一样，傅红雪，我永远都会记住你系玩过我嘅臭男人之一。我唔系唔舍得你，我系嚟攞翻个包袱啫。啊
即管匿埋啦，我走啦。你冇边见人？哇，好险啊！哇！哇！你再嚟我冇手接噶。哈哈！多谢你嘅草帽啊！想走？还翻俾你啊！仇富终需要见家翁啊！见你个头！去，大小姐，快啲啊！佢都嚟咗！哇！哎呀，原来你揾同归于尽啊！冇错呀！今日唔系你死就系我亡。唔同你揾，你冇事嘛？你明知故问。今日何必呢？你死啊！哇！你做咩啊？杀死你！哎呀！小心啊！打一个关斗，再打一个。哎，你唔打，我咪飞啦！放我落嚟！放我落嚟啊！咁你放手啦！唔放！你唔放啊？咁你继续飞啦！你唔放我，我就杀咗你！你手上嗰把已经唔系剑啊，仲拎住做咩啊？点样啊？仲打唔打？砸死你！哎呀！你仲打我，除咗你条裙落嚟，打你啰柚！你究竟想点啊？话俾我听，你爹你喺边度？话你听，等你去杀佢啊！哼，我先揾到你阿爹，佢就唔会死啊！俾傅红雪揾到先啦，佢死梗。就算我知道，都唔会话你听。唉，原来救一个人比杀一个人咁难。你唔系嚟报仇，咁你嚟做乜嘢啊？嚟追求你啊，得唔得啊？癞蛤蟆想食天鹅肉。你嚟做乜嘢？红雪，红雪，你太残忍啦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呢只老狐狸，你想利用叶汉呢两把飞刀杀边个？永远唔会系你。你唔系想喺背后杀我啊嘛？如果我要杀你，咁多年嚟大把机会。咁你为乜嘢一直都冇落手？我要将机会留俾白天宇个仔，将你个头斩咗落嚟。起身。
你做咩？你醒啦！我倒碗姜茶俾你啊！你走，你躝出去。我唔走，亦都唔躝出去。你点解要嚟？因为我知道你病咗。我个病同你完全冇关系，我嘅事亦都唔使你理。你嘅事同我有关系，我一定要嚟。但系我而家已经唔识得你，我根本就唔识得你。你识得我，我亦都识得你。以前嘅事，无论系我对你唔住，定系你对我唔住。我哋都可以忘记，我哋始终系一场朋友。你病咗，我当然要嚟照顾你。嚟，饮咗佢。朋友，多谢，要你嚟照顾我，真系唔敢当。我哋既然系老朋友啦。点解仲要咁客气？我真系过意唔去。唔紧要，横掂我丈夫都知道我喺度。你丈夫？系啦，我都唔记得话你听，我已经嫁咗啦。好，恭喜你。每个女人。你系点样嘅女人，迟早都要揾个归宿嘅，迟早都要嫁人嘅。既然你唔肯要我，我唯有嫁俾第二个啦。我丈夫嚟咗，我介绍佢俾你识啊。唔好啊！入嚟啊！佢就系我丈夫，叫黄大雄。呢位就系傅红雪公子咧。啊，傅公子嘅大名在下已经久仰久仰。恭喜你，恭喜你哋。啊，多谢。你企喺度做咩啫？坐啦。佢系个老实人，一向好少同人来往，所以连说话都唔系好识讲嘅。唔识讲嘢好啊。佢亦都唔识武功啫。唔识武功，仲好。佢系做生意嘅，做绸缎生意。做生意。啊，系啊。啊，我哋啊。黄先生。吓？你哋成咗亲有几耐？诶，已经有。就快十日啦。系啊，啊，就快十日噶啦。今日系第九日啊！你哋早就识噶啦。啊！你唔系做绸缎生意。我佢亦都唔系你丈夫。佢究竟系边个？我唔知。连你都唔知？佢只不过喺呢度嘅伙计，我临时揾佢嚟帮我。我根本就唔识佢。你揾佢嚟，目的就系要冒充你个丈夫。系，你点解要咁做啊？因为我想嚟陪你，我想嚟睇你，又惊你赶我走，更加唔想你觉得我系下贱嘅女人。其实自从我跟咗你之后，我心入边只系得你，根本就唔会将第二个男人放喺眼内。就算你唔要我，我都唔会嫁俾第二个嘅。边个话我唔要你？边个讲嘅？你真系仲要我？我当然要你，我唔理你点污糟，我都要你。从今以后，我唔会再走，唔会再离开你，我死都唔会离开你。我好开心，能够死喺你嘅怀抱。咩话？啊！
我真的后悔没听那个人讲啊，整断你把刀先。那人是谁？是你朋友。叶开，抱住我。把刀有毒，唔好理佢，等我啲污糟血全部流晒，我要干干净净咁死。你点解要咁做？你点解要咁做？因为我爱你，喺呢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玩弄过我，利用过我，睇唔起我，只有得你嚟我。但系你都唔使咁做，我愿意为你死。点解今日呢间屋全部都系红色嘅？你点解着到好似个新郎哥咁嘅？我咧，我着成点啊？你都好似个新娘，你好靓。今日是我们的大喜日子，我好开心，我要跟你生好多细路，我们每日都在一起，永远都在一起。翠龙，翠龙，叶海，准备好未啊？佢唔喺度喎，有你就会有佢。咁当然啦，跟我走。哈，你唔使谂啦。姐姐，你做乜嘢啊？小朋友，你哋有冇见过一个有两面须嘅人？阿姐带佢叫叶开，叫佢去一个可以睇到第一线阳光嘅山坡，揾佢个女朋友。我知道啦。你话我唔应该嚟，你当然唔应该嚟啦。
虽然你同我都系梅花庵事件嘅主谋人，但系我哋有约在先，事后大家永远唔再来往。为者万箭穿心，死无全尸。唔通你唔记得啦咩？我梗系记得啦。如果唔系你派叶开暗中协助傅红雪，佢早就应该俾人杀咗。你仲话我违背誓言？睇嚟你真系鲁莽咗啦！我有必要协助傅红雪咩？毁咗你万马堂，对我有咩好处啊？如果叶开系我派去嘅，我会俾我嘅侄女成日跟住佢咩？如果叶开真系唔系你嘅人，咁你应该多谢我。咩话？我估计佢而家应该同傅红雪斗个你死我活，等两虎相斗完，到嗰阵，我哋就联手对付剩低嗰一个。叶开会唔会上当？受伤，三两。是什么来的？你觉得你铃声好听吗？原来你不是哑的，那快点答我问题咯。这个是坟墓。坟墓？里面装的是什么人啊？是我最亲的人。他是怎样死的？为什么不问我？为什么不问我究竟是谁杀死他的？我怎知道是谁杀死他？哼，你知的。到底是谁啊？叶开。好刀法，我走了。叶开。风雪。叶开。风雪。你为什么要杀死马芳？你太残忍了，说什么？哎呀，你带刀啊？不好啊。你知道我想怎样的？杀死你。不想杀死对方。你们中了马鸿群一石二鸟的毒计，所有的人都是他杀的。你做什么搞成这样？我不用你扑我。喂，佢想死喺你怀抱啊！过嚟啊！咩话？大声啲！你一定要话佢听。喂，听下佢对你有咩遗言好唔好？听下有冇损失嘅？交俾你。我已经查到武林第一家庄主
丁白云系另一个幕后嘅首脑。咩话？系你阿姑啊！你哋继续。多谢你话俾我听，我仇人嘅消息。你根本就冇仇人，你会唔会信？你只系你娘亲执翻嚟嘅孤儿。我信。你凭咩相信我？凭感觉。感觉。我一抱住你，就谂起我啱啱到小镇嘅第一晚。我要你永远忘记我。我永远都唔会忘记，因为你系我第一个女人。可惜你唔系我第一个男人。你可唔可以再锡我一下？真系有缘无分，凤雪，你太可爱啊！咩意思？原来你嘅心唔系咁冷嘅啫，凤雪，武林第一家丁宗主托我带个口信俾你。咩口信？我要还俾你一个公道。喺咩地方？万马堂。好。怪啦，咪就系咯，阿姑从来都冇离开个山庄一步嘅，又点会去万马堂？其实我根本唔识点穴。凤雪，原来呢段血海深仇同你完全都冇关系嘅，恭喜你脱离苦海啦！用你条狗命啦！杀！
你唔想杀人嘅，就乖乖地受死啦。叶开，呢个世界根本就弱肉强食，一个人内心太善良，就会变成懦弱。我佛慈悲，要降魔伏妖。等阵，我做边个杀人啊？点解要边个？轮到你啦！我嚟啦！呀！出师不了啊！你呢个万马堂主都系做唔成啊！放肆！呀！呀！马凤莲系咪你杀嘅？早就应该死啦！你啲算阴湿啦，污糟阴湿啊！呵，乜顶叫冇人嘅咩？好彩你功力有限啫，如果唔系我细佬冇咯。又似你，剑气唔可以乱发，好伤身噶，你知唔知？快啲放我出嚟，我要同你搏命。喂，你好好地喺里边反省下啦！哎呀，哦，弊啦！你究竟是誰？我是你阿爹最爱的人。对不起，这个空怎么难看？好难看是吗？你阿爹说过他最喜欢我的空，所以我将他全部割了。你阿爹说过他最爱的不是我，而是他的家人，所以我将他全部杀了。你为什么那么残忍？为什么我不甘心被他抛弃？我更加不忍心见到他不断抛弃其他女人，我要制止他，所以我就割了他英俊的头下来，还将他磨成灰倒落酒里，全部喝完落肚，我要他永不超生。你已经杀了白天宇全家，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？我只不过是他私生子。我恨他，他毁了我的一生，我要毁灭他一切。算了，你杀不到我的，是这样你杀了我了。我杀了你全家，为什么你不杀了我？为什么你不杀了我？这个世界除了仇恨之外，还有很多可爱的事物。
你点解成日谂住残杀呢？我我只系爱白天宇一个，天宇，你唔系白天宇，白天宇喺边啊？天宇，你喺边啊？天宇，你喺边啊？天宇，你唔好离开我，天宇。你捉嚟做乜嘢啊？要死嘅人都死清啦，你快去陪你娘亲啊！原来你喺度啊！我唔系白天宇，你唔使再呃我啦！天宇，你唔好再离开我！真系唔系白天宇啊！天宇。